项电子白板有别于一般教室粉笔黑板的制式规定，可以在户外使用，大大增加学习的乐趣。再来是家庭影音云端储存中心，我们在家的时候时常会看一些电影或听一些音乐，我们可以将的影片档或音讯档储存到这个储存中心中，避免资料的遗失。最后一项为 M480 四轴飞行机，这边有一个镜头，在许多电影里面都是用这个飞行机拍摄的。